哎呀呀，旁边你看他弟弟挤他。他弟弟真的是太皮了，他挤姐姐，花花也不反抗。把花板脱了，我也把花板脱了，怎么办？踢踢。他去哪儿？他回去了。嗯，哎呦呦，宝贝，你看花花好悠闲啊，脚脚吃了摇一摇的。你看到没嘛？看到。他吃的好休闲啊，那有脚摇一摇。他弟弟走啊。花花，你个人喽！花花，真的好，爱死呀！花花该减肥啦！你说花花，你都没脖子啦！花花，你都没脖子啦！哎呀！花花，你没脖子啦！你说你好胖哦！你好胖啊！昨夜又来了。就是来抢的。哎呦呦！哎呦呦呦，好可爱！它开始发疯了。宝贝，它跑了几步还打了个滚。哎呦！哎呦呦！哎呦，你在笑嗦？它在笑。太搞笑了，何影。它跑几步故意打滚儿噶？它把它解压到，你看它把它解压到。哎呀，火影好调皮哦，他又欺负姐姐。姐姐都不反击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谢什么？看你了。宝贝，你看，你看。花花咋不反击呢？欢迎花。只有等谭爷爷来收拾他。谭爷爷，谭爷爷收拾谁呀、啊？听到他儿子。谭爷爷咋还没出来呀、啊？快点收拾啊！这花花。认真的花花。啊、哦，花花开始反击了。宝贝，他们是双胞胎。嗯。花花头露出来了。花花，快反击！他在干啥呀，妈妈？在找姐姐挠痒。带孩子的孩子。妈妈，嗯，我好饿呀，真好吃。花花，花花，是听歌了。